们又见面了，我是大卫。之前的视频我们介绍过安纳西古城了，那既然来到了安纳西，就没有理由错过著名的安纳西湖的嘛。那请继续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安纳西的湖畔逛逛吧。记得关注我啊，希望每一次的出行都有你们在身旁。越过横跨在安纳西湖通往第乌河的出水口上的哈勒桥，我们就到了安纳西湖的湖畔了。两三分钟。前面这里是啥情况？好大一堆人正在看啥来着？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吧。哦，原来是在看一个街头艺术家在作画。等等啊，好大一股油漆的味道。哇哦，这个街头艺术家居然是戴着呼吸面具在作画的，原来他是用油漆来作为创作的原料。不过这油漆的刺激性气味实在是太大，我们隔着还算有些距离的了，都感觉味道强烈。我觉得他应该配多个眼罩，因为泪腺和呼吸道还是相通的，否则就真的是在用生命在创作了。旁边的观众啊，也算是舍命陪君子了，是在牺牲健康在欣赏。他的画作基本上都是以安纳西湖来作为创作对象，我是第一次看见用油漆作画，这个应该和我们所认知的漆画应该是有些区别的吧。我对这个就没什么研究了，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不过他的画作呈现出来的安纳西湖的场景也算是惟妙惟肖的，画作就看尺寸吧，从80多欧到几百欧不等。不过这才是我们行程的第一天，真要是买了的话，可是要带着它周游完法国才带回国的，想想还是算了。这安纳西湖的湖水可真是清澈啊，现在要不是天又阴了下来，否则感觉如果是太阳出来的话，这仿佛如翡翠一般的湖水估计是美得令人窒息的。还是老外会玩呐、啊，这个玩法在国内肯定是城管立马就把我赶走了，还到你这样来玩。湖岸边就是著名的欧洲花园了，没错，就是我们正在散步的所在。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英式公园，都说英国和法国貌合神离，骨子里相互的各种瞧不起，但高傲的法国人居然建了座英式花园，而且还被列入了法国文化遗产清单，可见这个花园还是有其独到之处啊。据说在中世纪的时候，这里原本是一片沼泽地，14到15世纪时被伦巴第的银行家阿西纳里家族所收购，当时被称为伦巴第草甸。1563年，一条运河从第乌河开凿到瓦塞运河，将草地一分为二，形成两个小岛，其中一个曾经用作健康小屋，用来隔离瘟疫的受害者。1602年的5月17号，萨福伊内穆尔公爵亨利一世将此地规划为散步和娱乐场所。1644年被赠予圣母访亲女修会，修女们将其改造成封闭的花园，通过廊桥与修道院相连，还用于种植蔬菜和制作工艺品。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宣布为了国家财产，随后出售给一位日内瓦企业家，用于制作印花布。
1835年，安纳西市政府回购此地，开始进行城市规划。1843年，两个岛屿被改造成一个半岛和一个小岛，也就是地图上的天鹅岛。1863年，萨伏伊并入法国后，市政委员会决定按照亨利·波罗的设计，将此地打造成一座英式公园，欧洲花园就由此诞生了。1863年12月开始，在公园里开始栽种了近650棵树和1000多株各种灌木，其中包括银杏、鹅掌楸、落叶松和巨型红杉等珍稀品种，直到1864年1月才完成。这法国人也真的是挺搞笑的，为啥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来移植植物？这种反东方种植常理的事情还真让我不明就里。莫非在那个年代，安纳西市政府也有财政在年底突击花钱的习惯？据说公园里有著名化学家克劳德·路易·贝托莱的青铜像，不知道他是谁啊？不要紧，只要记住他是漂白剂的发明者就可以了。园内还有一块纪念拿破仑三世的牌匾，这是为了纪念他为湖上提供一艘名为萨伏伊皇冠的蒸汽船。据说这是纪念这位不幸的皇帝为数不多的牌匾之一。不过我们只是随意的走走，并没有特意的提前做攻略，所以这些地标我们都没有去留意。如果不是后来查了一下其历史，在公园里其实总体的感觉也就是和欧洲大多数的市政公园差不多吧。这些我们忽略了的地方就留给有兴趣的朋友们来时再去探索。不过话说回来，说到湖上的游船啊，应该都是电动的，这个和我们之前在德国的国王湖见到的游船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只有电动的船舶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湖水的污染。在这一点上，欧洲人对水源的这个污染的控制可谓是煞费苦心。看我们说选出来完了，安纳西湖是法国上萨瓦省近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淡水湖，面积为27.4平方公里，深度有80米。如果不算上法国和瑞士共同所拥有的日内瓦湖的话，那它就是法国的第二大湖泊。得益于1960年代开始的严格的环境治理，使其成为了欧洲第一清澈的湖。据说其湖水可以不经过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所以法国人称安纳西湖为欧洲最干净的湖泊，甚至称呼其为一个纯净的奇迹。好得意啊！呢个诶，影 B 都有，影 B 都可以做个特辑。得意到啊！水的高透明度使太阳光线能够更深入的渗透到水中。由于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化学现象，这样会减少湖中的溶解氧，并可能进一步使其动物种群变得更加的贫瘠。正所谓水清则无鱼，现在湖里的鱼因为湖中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供食用，从数量上来讲是有所减少的，据说连个头都变小了。而对于生活在湖里的鸭子和天鹅来说，找到食物就更加的困难，所以它们的数量也在减少之中。然而对于未被人类污染的平营养型高山湖泊来说，这种情况被认为是正常和自然的，因此本身也并没有什么问题。湖的周围环绕着五座法国的山脉，湖水与群山相映成趣，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树很有趣，花是什么花？看起来很有层次感啊，而且它每个花的花序向上的。哦，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叫做欧洲七叶树，因为栽种比较容易，据说在欧洲普遍都作为景观树进行栽种。春天的时候，它那带有红色或黄色斑纹的艳丽的白色圆锥花序尤其惹眼，但其果实具有强烈的毒性。这不得不佩服啊，欧洲人的心也真是够大的，毒药也可以在城市的路边就能随意找得到。这座就是据说是情侣来安纳西必去的爱情桥。这座桥建于1907年，是20世纪初铁质建筑的代表。传说如果一对恋人在桥中间接吻的话，将会白头偕老，无论信或者不信，亦或是将其视为建议还是警告，总之也无主情侣将其作为了莱安纳西的打卡圣地。它连接着欧洲花园与勒帕基野，拥有欣赏安纳西湖及其周围山区和瓦塞运河的绝佳视角。这一大块草坪就是安纳西的战神广场，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勒帕基野。帕基野原来的意思就是牧场，因为它曾经位于城市的门口。17世纪时，慷慨的原主人承诺不再在其上面建造建筑物，并将其捐赠给了安纳西市。如今这7公顷的土地已经成为了向所有人开放的广阔空间，它有点像安纳西居民的中央公园，在这里可以欣赏安纳西湖和四周群山直入湖面的壮丽全景。欧洲一到假期就是各种广场 party 的进行时，你看看这里，小朋友们好像都不用上课一样，和国内的学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上课的路上不同，这里的大小朋友们都是在度假或者是在度假的路上。但为什么人家的诺贝尔奖获奖数能在世界上排前四，人家的高等教育的世界排名又如此的靠前呢？怪不得咱们大国的大学都要退出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啊，人家国外的这些大学排名都是玩出来的，你说这个让大国的学生们和教授们情何以堪呢？你看这个整整一个月都几乎在放假，几乎不用上学，而咱们的学生可是有假都不敢放，哪怕放个假也要自己给自己加个课。哈哈，看这里又一个奶爸了，好得意啊这个 baby。你看都是奶爸奶妈们，哦，都是奶爸为主啊。国外的女人只管生，男的就只管带。国内想要3胎4胎的这个政策能够顺利执行啊，看来就要向人家多学习学习，要给男的放育儿假，然后再多出些补贴和减免政策，这样才或许有可能提高生育率。都说这资本主义是万恶的，你看看啊，也真够是万恶了，一天到晚都不用上班，全都跑出来这里露营，而且这个地面昨天晚上才下过雨，还全干的，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在这里露营了。关键人家国民福利还不错，据说现在还要吵着36小时的工作制度，那就是说每个星期只要上4天半的班。这种想法就是包括连全球的这个最富有的阿联酋的这些酋长们都不敢有这样的想法，而法国人民这个底气真是够强的，估计这个马克龙的祖上是开这个钻石矿的，要不然就是路易14啊，路易16啊，还有这个拿破仑这些大帝们留下了不少的老本给法国人民吃，否则这个连石油的老大哥们都不敢想的事情，法国人民居然已经快要开始实施了。刚刚我才想明白啊，法国人为什么福利那么好呢？
因为他们出名的领导人都喜欢娶年纪大的，从路易十四娶个大三年的，到拿破仑娶个大六年的，然后再到马克龙娶个大20多年的，娶的老婆年纪比自己越大，国民的福利就越好。这国民福利也是随着这个年龄差距的增加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企业的福利好，国家福利好的话，那就多祈祷祈祷你们的领导们娶个年龄大的，娶得越大就越好啊。这是法国给我们的启示啊，这可是有真切的样板看着的了。你看你看你看，福利多好，都是带两个的，基本上两个词。正因为福利好啊，所以法国才会有那么多难民喜欢来啊。但是难民来了那么多之后呢，他的福利也没有下降，反而还更好了。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马克龙的老婆的年纪太大了，是历史以来最大的，你想想。这个是列斯圣母院，是一座位于安纳西的历史悠久的教堂，据说也是一座充满魅力和文化底蕴的宗教建筑。不过今天我们来的时间不凑巧，似乎它已经关门了。这座宗教圣地以简朴的玛丽安演讲堂而闻名，其历史可追溯到11世纪。自中世纪以来，这里就存在着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小型圣所。这座建筑先被改造成了演讲厅，然后又改造成了礼拜堂。列斯圣母院的真正奠基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最初由日内瓦伯爵阿梅迪三世所创建，原址就是在一个古老的小堂和中世纪的广场上，靠近一个中世纪的祭品院。1360年的时候，教堂开始在一座古老演讲厅的旧址上建造，他希望将这座新教堂作为其家族的墓园。罗伯特伯爵在阿梅迪三世之后继续修建教堂，于1394年竣工，而该圣所于1398年被正式祝圣。16世纪中叶，圣果尸布在此展出，前来参观的信徒中就有圣方济各沙雷士未来的母亲。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教堂经历了严重的破坏。1793年，永经席被安纳西革命政府摧毁，以便举行大型的群众集会。钟楼虽然没被夷为平地，但也被拆除了尖顶。19世纪初，其广场成为了安纳西政治生活的中心。1815年，拿破仑从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后，法国勃朗峰省回归萨伏伊家族，教区和教堂得以重建。现在的教堂是建于1846年至1851年之间。弗朗索瓦·贾斯丁在受损严重的旧堂基础上进行了修复，并保留了一些旧建筑的元素，如南墙及其15世纪哥特式窗户和16世纪罗马式钟楼。教堂的外观体现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借鉴了古罗马建筑元素，被称为萨丁岛新古典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是在萨伏伊王室领导的萨丁王国政权下发展起来，当时的萨伏伊还不是法国的。列斯圣母院呈典型的拉丁十字形，其新古典主义立面建于1846年。这座宗教建筑巨大且不平衡，因为它只有一座钟楼，
有一个典型的安纳西三角形山墙，顶部有金色圣母像。由于今天我们无法进去里边参观了，所以就只能用查到的现有资料来说说吧。据说它的中殿和侧廊有全拱顶，中央有圆顶，教堂内部装饰精美，所有的装饰都体现了新古典主义风格。主祭坛周围有八根柯林斯风格的柱子和四个圣人雕像，顶部是圣母像。教堂内有两座主要祭坛，由吉拉迪兄弟和瓦尔塞西亚的工匠所建造，分别供奉着圣方济各沙雷士和玫瑰圣母。洗礼池建于1852年，主祭坛建于1854年。教堂前的广场大体是保存了下来，被咖啡馆和商店所包围，被称为圣母广场。同时它也作为阿哥拉，也就是在当地语言里边就是市集的意思，来出售鸡蛋啊、奶酪啊和蔬菜啊等本地的商品，直到1854年。随着市集的举办地被迁移到了圣克莱尔街，在1859年的时候，广场上安装了一座喷泉和方尖碑，装饰有狮子和海龟，进一步增添了这里的魅力。据说烈士圣母院在2007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翻修，修复了中央圆顶，并更新了彩色玻璃窗。这些玻璃窗描绘了教堂生活的主要阶段，包括圣方济各沙雷士的故事。钟楼内的几口钟之中，有一口可以追溯到1655年，至今仍在使用。在圣母广场上还有安纳西的旧市政厅，这座小建筑以其18世纪的立面和其双楼梯的这个设计而引人注目。巴洛克式的台阶边缘的大门上，精美的锻铁工艺相当的漂亮。这座建筑的中央部分位于阳台边缘，而精雕细琢的阳台的中央图案则是一条鳟鱼，它是安纳西的城市徽章。离烈士圣母院不远处，这座隐藏在老安纳西街巷中的老教堂，就是安纳西主教座堂，也叫做皮埃尔大教堂。主入口位于一条狭窄的街道，也就是让·雅克·卢梭街的上面。和其他教堂门前宽广的广场不同，在其主入口这一侧是很难一窥这个教堂的全貌的。哇，好古旧！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告解亭是嵌在这个墙上的。这教堂始建于16世纪，融合了文艺复兴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见证了安纳西丰富而复杂的宗教历史。教堂最初由建筑大师雅克·罗塞尔为塞莱斯廷修会的修士所设计，于1526年就开始建造。1534年，塞莱斯廷修会被科德利埃修会所取代，而教堂正面于1535年完工。整座礼拜场所则在1539年被正式注圣。1538年，日内瓦实行新教改革，天主教会成员被迫流亡至安纳西，圣皮埃尔教堂随即成为了日内瓦主教的避难所。著名的圣方济各沙雷士也曾在17世纪时担任这里的主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教堂一度由加尔文派
和天主教徒共同使用。法国大革命期间，教堂则遭到了涉毒，被改造成为了理性女神庙。钟楼则在1794年遭到部分拆除，直到1828年才重建完成。1822年，教堂再次成为了天主教礼拜场所。此后，教堂经历了多次的修缮和装饰，尤其是1885年之后的精心装饰，以及1933年至1936年间的完善和修复工作。而1906年的10月30日，教堂被列为了法国历史古迹。在教堂里，这座管风琴可谓是超级引人注目。这个重达10吨的乐器安装于1842年，它高7米多，有超过2000根管子。1994年，这座管风琴经过全面修复，至今仍在使用。教堂内部保留了典型的哥特式风格，拥有3个中殿和5个隔间。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唱诗班区域显得格外的明亮，其彩色玻璃窗上描绘着圣方济各沙雷士的形象。教堂还保存着精美的木雕讲坛、祭坛和其他木质装饰品。教堂的钟楼里悬挂着2口钟，其中最大的一口重达3吨，都出自著名的帕卡德铸造厂之手。由于教堂位于狭窄的让·雅克·卢梭街上，正面视角受限，建议可以从大教堂码头的小广场观赏教堂全貌。教堂内部的光线较暗，清晨或者傍晚时分参观，才能欣赏到最美的光影效果。安纳西圣皮埃尔大教堂可以说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书啊。它记录了安纳西乃至整个法国从16世纪到现在的宗教变迁，它的建筑风格、内部装饰和历史故事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
出来了。这个安纳西的这个主教座堂真的是相当的古老，比起我们想象中的真的古老很多，可以说是保留的相当的好，原汁原味。尤其它的那个陶瓷的雕像，应该是瓷的我觉得，然后还有那个嵌在墙里面的告解厅，哇，这些都在其他的教堂里边比较少能见到的。教堂的立面体现了纯粹的文艺复兴风格，其设计灵感来自罗马的圣玛利亚德尔波波洛大教堂，正面装饰有托斯卡纳式壁柱和三个三角形山墙，两个位于副门上，一个较大的位于主门上。主门上方是一座宏伟的彩色玻璃玫瑰窗，为内部空间提供了充足的光线。据说如果你足够的细心，在大门的上方你可以发现兰帕德家族的徽章，这个家族是教堂建设的主要资助者。在教堂的对面，有没有留意到对面的房子的外墙中间有一尊金色的雕像？这就是圣皮埃尔的雕像。而这座建筑叫做唱诗班学校，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安纳西逗留期间曾到访过这里。在这里，这位法国哲学家开始接触音乐艺术，人们经常看到他在街对面的大教堂的管风琴阁楼里吹笛子。唱诗班学校旁边的这一栋门牌号码是15号的，就叫做兰帕德之家。而这座房子也正是以教堂建设的主要资助者兰帕德家族的名字所命名的。而其石头外墙的门上有一块山形饰板，上面刻着兰帕德之家是圣方济格沙雷士于1602年到1610年居住的地方。这栋在大教堂旁边的建筑据说是建于1771年的主教宫，后来成为安纳西音乐和舞蹈学院。不过现在这里除了有这个学院的博物馆外，还有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就在这个历史建筑里，也是相当的可以啊。嗨，雷仔，穿过门廊，这个应该就是以前主教专用的庭院了。而这座房子还和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的早年息息相关。该建筑于18世纪末建成之前，曾是一座小房子。年轻的卢梭从日内瓦来到法国谋求发展，成为了一位自命高雅的乡下贵妇人华伦夫人府中的仆人。因为当时的安纳西就是个乡下地方，华伦夫人就住在那座小屋子里。1728年，卢梭与华伦夫人相识，当时华伦夫人28岁，卢梭16岁，他成为了这位夫人的干儿子兼情人。他在此学会了上流社会的礼仪，并在此学习音乐，改信了天主教，并且还在修道院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他又重返了新教。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中能够找到他对安纳西的忠实的回忆。这家的庭院挺有趣的，好漂亮。原来这座建筑的前身是铸币厂，它那马蹄形的楼梯相当的优雅，幽静之余又点古典，除了左边的那个心形的装饰有点土之外，其他的蛮好。
在河边找了一家叫泡的餐厅，吃个下午茶看看。那个沙拉拉吃点点啊。那个母子。OK 啊，咪买咯。今晚又食饼系嘛？即系食，而家食下午茶。下午茶咖啡咯。啊 ，OK 啊，好啊。要个蝴蝶酥咯。今天的下午茶，今天超预算了，总共那么多东西15欧，和我今天早上买的东西差不多啊。我都是啊。这里有一个蝴蝶酥，有一个司康，有一个可颂，还有一个肉桂卷，然后这两个好像是店家送的是吧？然后再加上了两杯咖啡，就那么多东西啦。这个苹果派给我差不多吃完了，里边就是苹果。对比其他甜的要死的法国糕点的话，这个吃起来挺解腻的。这个不记得叫什么卷了，应该是肉桂卷吧？哦，不是，好像是提子卷。里边的话就还挺，就是甜吧。蝴蝶酥，这个蝴蝶酥看起来就挺诱人的，我觉得第一够大，第二看起来呢好像挺脆的啊，掰开来一人一半，哎，刚刚好。脆是肯定脆啊，不过就是有点偏硬。要论蝴蝶酥好吃，可能估计还是咱们西关的蝴蝶酥，法式这个确实有点硬。我都说过的啦，我们自带旺丁神力，刚才进来的时候鬼影都没一个，现在已经挤到水泄不通。哇，原来一不小心进了一家老店，看看人家的老照片，那个应该是刚刚开业的时候的。刚才查了一下，这家泡并不是安纳西本地的品牌，它来自里尔，始创于1889年，也就是埃菲尔铁塔落成的同一年。哇塞，那就是到今年为止已经有135年的历史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年品牌。经过135年的发展，它已经从一家家庭作坊发展成为了一家跨国的餐饮服务公司，是不是挺厉害的？坐在靠近临近河道旁的景观位，看着对岸的人来人往，或望着川流不息的河水发发呆，任由时间静静的逝去，感受一下人家的慢生活，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体验。这里是安纳西的火车站，在火车站这里呢，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可以看看。这个是公共的为单车加气的设施啊，因为这边很，无论男女老幼，老幼都喜欢骑单车，所以的话呢，这里是一个公用的单车的一个叫做充气的。并且还有各种的螺丝刀，还有工具可以给你维修。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这个挺人性化。有汽水，然后这里拉起来之后你放下去，你要知道你加了多少帕，就加了多少气，看到吗？
然后这里是有不同的车型，就是说不同的胎，告诉你应该是多少的轮胎的气压会比较合适。这个挺贴心的，真的，这个蛮不错。原来在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商场，现在我们过来这边看看有没有超市。哎，看来有啊，一进来就是超市。然后在这附近看看，再买点备用的东西回去。还有书店。哦，原来这挺旺的，没我一斗。看来今天节日也不会没东西吃，这里应该这个商场还开得挺晚。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那都拆了。一会儿7点钟我关门了。有好多都已经开始关了。哇，一排比我们家的三五便宜。我叫我带环保袋，装了环保袋不得。刚刚睇到啊，饺子、点心，睇到没有？喂，真系干蒸啊，干蒸嚟噶喂！这个超市实在是太大了，商品的品类也真是超级的全。刚才看到了，他连广东的点心都有的卖，很难想象吧？一个普通的社区超市可以有这样的体量，基本上一个家庭日常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搞定。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快进来感受一下法国一个普通小城里的一个普通的超市的大而全吧。
睇到蝦依個。六十克。六十克四歐幾啊？嗯。咁啊要依個啦，呢度七十克，唔使睇啦。两个金牛座的在选这个打折，看哪个折打得多就要哪个。要为了对得起我们金牛座的这个名声，必须要将省钱坚持到底。狐臭名远扬，没办法啦，金牛座是这样的啦。你是金牛座，我不是。你假的吗？我知道，假的。看来法国人民的消费能力真心不错，这水果和蔬菜的摊位很多都被清空了。哇，回去酒店的路上遇到一部超酷的摩托，我们回到酒店了。由于酒店房间不是公寓式的那种，所以今晚我们就从超市买了些素食对付一下。明晚的住宿地就有小厨房了，就可以自己买菜做饭了。那今天先这样，喜欢我的旅行分享的朋友记得关注我，那我们明天见。